在我们的社会中，年龄差距通常被视为一种难以逾越的障碍，然而爱情的力量却常常打破这些常规，让我们看到真正的爱情不分年龄，只看心理。今天我们要讲述的就是一段年仅26岁的纳然与已经62岁的费翔的不寻常之恋。这对年龄相差36岁的恋人被认为有可能步入婚姻殿堂，但是费翔纳然并没有官宣在一起。费翔电影《封神》在暑假档期票房大卖，受到观众的热烈喜爱。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费翔的感情生活再次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。62岁的费翔和年仅26岁的纳然的恋情横空出世，年龄差距达到了36岁之多。然而这段特立独行的恋情却引起了广泛的好奇和关注，人们对他们的未来满怀期待，纷纷呼吁他们早日修成正果，将费翔的珍贵基因传承下去。在娱乐圈的辉煌舞台上，一位年过花甲的著名演员费翔，以其深邃的眼神和独特的表演风格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喜爱。尽管年龄已高，但他依然活跃在荧幕上，且魅力不减当年。纳然这位年轻有为的新生代演员正在努力拓宽自己的演艺事业，他拥有着清澈的眼神和活泼的性格，他的演技也日渐成熟，令人赞叹。在一次电影合作中，费翔和纳然相遇了，他们共同参与了电影《封神一》的拍摄，费翔饰演纣王，纳然则饰演妲己。纳然把各妲己刻画得如原著描述的那样，婉雅悲啼，百千娇媚，正如浓烟芍药，黛比梨花，纳然成了万里挑一的少女形象代言人。而费翔以深邃的眼神和独特的表演风格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。尽管年岁已高，但他依然充满活力地登上荧幕，他的魅力丝毫未减。在电影的拍摄过程中，费翔和纳然逐渐熟悉起来，他们喜欢在一起讨论角色和剧情，分享对表演的见解和体验。费翔被纳然的才华和热情所吸引，而纳然则对费翔的成熟和智慧抱有敬意。在剧中的默契演绎和深情对视下，两人的感情逐渐升温，也引发了他们之间更多的互动。正是这部戏不仅让费翔和纳然赢得了演技的肯定，更是让他们的感情得到了升华。费翔被纳然的才华和热情所吸引，而纳然则对于费翔的成熟和智慧表示敬佩。他们开始共同出席各种活动，展示出了默契十足的配合和相互扶持的深情。在彼此的身上，他们都找到了自己所欣赏的特质，也发现了彼此的无限可能。他们两人的对话充满了共鸣，他们的笑声和目光传递着微妙的感情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们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，逐渐展现出了无法用年龄来解释的吸引力。费翔拽住纳然的手往后退了一步，上下打量一番，仿佛在说爱妃越来越漂亮了。虽然相差36岁，但他俩在一起真的好和谐。冬天里的一把火，1987年春晚那个中美混血儿的费翔唱的一首歌留给人们的记忆太深刻，那首歌火遍了全国。那个高鼻梁有着中美血统的费翔边唱边舞，那美丽的歌喉，潇洒的舞姿，不知迷倒多少青春少女。然而尽管事业上取得巨大成功，但费翔的个人生活却饱受波折，多段感情皆未有结果，家人也因工作繁忙难以相伴，长期孤独成为他的心结。然而他一直积极面对挑战，坚持不懈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。费翔是一位在娱乐圈有着令人喜爱的成就的老牌演员，纳然一个充满活力的年轻女性，她的笑容如春天的阳光，温暖而明亮，她的生活充满了热情和梦想，她的世界是五彩斑斓的。而费翔一个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的老者，他的眼神深邃而智慧，他的人生经历了风风雨雨，但他的心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世界的好奇。他们的相遇就像是一场意想不到的奇迹，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，费翔被纳然的热情和活力所吸引，而纳然则被费翔的智慧和深沉所打动，他们开始了交往，开始了这段跨越36岁年龄差距的爱情故事。尽管费翔和纳然的年龄差距达到了36岁之多，但两人在感情层面上却超越了年龄限制，他们彼此之间有着相互扶持的精神，互相理解和尊重对方。费翔和纳然的感情越来越稳定，他们也在公众场合展示了对彼此的爱意。尽管现实中有人对他们的年龄差异表示担忧，但他们都选择用彼此真心的付出来面对外界的质疑。在人们的围观下，他们依然坚信彼此之间的感情，
未来的发展也备受期待。娱乐圈的恋情往往被外界解读为宣传手段，明星们为了保持话题和媒体曝光，有时候会选择公开自己的恋情。这种情况下，人们往往会产生怀疑，认为一切只是为了炒作。对于这对恋人的关系，我们应该保持一种谨慎的态度。真相往往只有当事人最清楚，而且每段感情都有其独特的动机和背后的故事。无论是真爱还是宣传，都需要时间来证明。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，并等待官方消息，而不是过早下结论。所以让我们保持对这对恋人的祝福，希望他们的感情能够顺利发展。无论年龄差距如何，只要是真爱，就是最美丽的事情。或许这对恋人真的相爱了，但我们不禁要问，爱情是否真的可以超越岁月的沧桑，超越道德和社会的眼光？62岁的费翔虽然有着才华横溢的演艺事业，但我们不能忽视他已经踏入人生的暮年，而26岁的那人正处于青春年华。时间如同一把无情的剪刀，将在岁月的残酷中磨平了激情，削尽了欢笑。恋爱是否真的能够承受住岁月的考验？正如古人云，红颜易老，爱情易冷，这句话或许再次敲响了我们内心的警钟，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对于爱情的期待和追求。无论如何，费翔与那人已经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，他们是否能冲破年龄的束缚，走进幸福的殿堂，只有时间才能给出答案。他们的恋爱并不顺利，他们面临着社会的质疑和压力，他们的年龄差距也让他们的关系变得复杂。但是他们都坚信，只要他们的心灵相通，只要他们的爱情真挚，那么任何困难都无法阻挡他们。他们的爱情故事告诉我们，爱情没有年龄的限制，只有心灵的契合。他们的故事让我们看到，爱情的力量可以超越年龄的差距，可以让两个人的心灵相互靠近，可以让两个人的生活因为爱情而变得更加美好。那然和费翔的故事是一个关于爱情、关于勇气、关于坚持的故事。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，无论我们的年龄是多少，无论我们的身份是什么，只要我们有爱的勇气，只要我们有追求幸福的决心，那么我们就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爱情故事。在这个充满变化的世界里，让我们都学习那然和费翔的精神，勇敢地去追求我们的爱情，无畏地去面对生活的挑战。因为只有这样，我们的生活才会充满了色彩，我们的心灵才会充满了力量。总的来说，费翔和那人的感情故事虽然年龄差距较大，但却充满了温暖和真挚。他们的恋情是一段跨越国界和年龄的真爱，希望他们能够一直幸福下去，将这段美好的爱情继续传承下去。